观众朋友们，要插播一个最新的消息，就在此时此刻，郭台铭还有侯友宜同框了。我们来看现场画面。各位嘉宾，我们跟着音乐的节奏来摇摆我们的区。好，你现在看到的其实就是国民党总统参选人侯友宜哦。其实呢，他获得了国民党征召之后，他民调一直很惨，一直是垫底的，所以党内不断传出要侯下郭上这样的声音。哎，就这么巧，现在此时此刻坐在侯友宜的对面，这个桌子的对面的就是鸿海创办人郭台铭了。他最近动作也很多，到处去握手，到处去拜票，并且不断提出自己的治国主张。所以今天晚上这个会是蓝营的和解宴吗？这场侯友宜跟郭台铭同窗的同框这个大戏会怎么发展？待会我们会随时有为您插播报道。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尽善尽美，尽好新闻。